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这个之前康哥的店里。哎呦，康哥的店，所以好事都发生在我店里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有一半的责任是康哥的啊。真的，这个部分要先讲清楚。对，那次呢就跟我女朋友，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嘛，那就是男男女女，大家很多人。然后那天呢，就不知道喝到假酒还怎么样，操，没有，混了很多不同的酒喝，对，那就喝得很开心，喝得很嗨。然后呢，结果我们就离开了。离开了之后呢，然后那一段的片段呢，一直到回家的中间那个片段呢，我是不记得的。OK， 我只记得是喝醉了，然后呢就回家了。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呢，我记得我们那天呢，我跟我女朋友我们还要出国旅行。起来之后呢，就还要准备行李啊什么的。结果我女朋友就跟我说：“你记不记得你昨天晚上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？”这种最恐怖了，这种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太恐怖了！你正在宿醉的时候，然后在那边收行李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飙一句这个来，哇塞，这个太恐怖。然后我就说发生什么事了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你昨天对我的这个女生朋友讲说，当着所有的人面，当着我的面说她很漂亮。”然后就说，哎，为什么她没有男朋友？什么什么的，那下次大家可以一起出去玩，很好，讲一些这种好像不三不四的话，这三不三，对，客套一下，对不对？客套嘛，真礼貌。我就说没有啊，我完全不记得啊，我完全是 black out 的状况啊。结果他就一直说你明明就有讲，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大家在那个你的店楼下是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女生朋友还有那种很鄙视的眼神看我，就像一副就是说，哎呦，那个好好喝醉，怎么这种在自己女朋友面前讲人家别的女生朋友漂亮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就好像喝醉的人是那种很醉过的人，好像他们没有喝醉过一样。真的。然后我就一直被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真的很不爽，因为我平常是不会 black out 的。结果我就说好，是这样是不是？那你晓不晓得，你这个女生朋友，她喝醉的时候，她主动跟我拉鸡过。哇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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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最后补这一句的目的就是，第二天也不要出国了。没有，我这一句是说，因为你一直刁我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喝醉，好像做了什么见不人事情。真的。但是我不过就是夸奖你这个女生朋友漂亮嘛，礼貌。礼貌嘛，就这么简单嘛，你这样也有面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自己的面子挂不住。不是啊，我们总不能这样吧？喝喝酒的，这女朋友，我丑的这个有屁，好丑屁，对吧？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错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后来我就说，那你这个女生朋友自己也有做过这种事情啊，那你怎么讲呢？对，大家底都不干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。Anyway， 然后后来呢？他又说：“那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”我说是在认识你之前发生的。在认识我现任的女朋友之前，我就已经认识她女生朋友了。然后呢，是因为她那天喝醉之后，她主动的跟你拉鸡，你只有配合。对，我只是配合，礼貌礼貌。对，那其实我的重点就是说，不能让她失望。对，让她有温暖。对，没有错，人家舌头都进来了，那我用牙齿这样子挡啊？对，那行啊，怎么可以呢？那我讲句，你一枪真的很快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跟我同公司的吗？哎，金宝山，你是以前乱源，你等一下你就知道。然后呢？我的重点就是 being honest， 对，诚实嘛。对，结果呢，他后来以后呢，他就觉得就是说，反正以后提到他这个女生朋友，他说哦，反正你觉得他很正嘛。反正你跟他拉过鸡嘛，那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呢？女生就喜欢这样，就一直在那边给我刁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讨厌，对，然后就很不爽，就一直给我翻旧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往事是不需要回味，好不好？你们在那边是过瘾什么东西？这种马子最逊，对，有小心眼，翻过旧账给我举手，举都有，每个都有。你不要管人家，你有没有翻过旧账？这一定要翻的，找旧账怎么办？这个点是为什么？因为翻了大家都不开心啊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提醒你啊？以免再次发生。没错，小心讲话。怕你自己忘记。不是，我觉得是男生态度的问题。我们什么态度？不是，就是如果你男生没有故意这样，好像就觉得理直气壮的话，女生不会翻旧账。没有理直气壮，是客套说你朋友好漂亮。不是，他没有说他。其实国际礼仪，你们懂不懂？
我请问女生翻旧账是很过瘾的事情。没有，一定会就是不开心才会翻旧账，有一个 moment。那可以用别的点，为什么一定要翻旧账？那你们为什么那么多旧账可以翻呢？开玩笑，谁没有过去啊？对啊，就你底最干净。不是，好，不是嘛？他是讲以前的事情。对啊，我讲以前是交给你，对方喝醉主动对我的。他那天晚上不是那天晚上跟他拉鸡，是认识这个女。在这女朋友之前哦，不是重点是，可是他打国际，可是他却称赞她漂亮，对，错，你怎么可以称赞她漂亮？对不对？哎呦，漂亮！跟我打过鸡啊，呸，你们丑死了！干嘛要臭臭臭样子？有没有？不是，你要让他知道我，哎，你男朋友打的都是正的。哎，对，这句话漂亮，这个没有。主动拉我们的，就是嘛，我们没有拒绝，我告诉你，对啊，很难拒绝嘛。来来来，回到这里来，康哥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激动啊？康哥，不是嘛，这个啊，不是因为他对不对？康哥的电影，你知道吗？好久没有发现了。来翻旧账有没有？